国外民确诊者，垂直领不到居隔单，有人解隔了还不知道居隔单在哪，因为拿不出隔离证明，被记旷职，甚至还高中生无法参加大学面试。一张居隔单搞得天怒人怨，政院在派唐凤优化系统，让民众申请补发。只要是你在居隔，然后到了第三天过了，那你就自动进入这个补发的系统。确诊者隔离通知书补发对象申请条件必须是在今年5月1号到5月26号确诊，但迟迟没收到电子隔离通知书，或是在5月27号之后确诊，未在3天内取得通知书的人，用健保快易通 APP 申请系统最下方栏位，确诊者指定处所隔离通知书补发，填写手机号码居住隔离地址就能送出申请，最后再下载或是列印出数位证明。进到申请系统之书，或是在5月27号之后确诊，未在3天内取得通知书的人，用健保快易通 APP 申请最快进入健康存折点选申请 COVID-19 数位证明。进到确诊人数为证明，我每天可能习惯或是八万有顺利拿到相关的这个通知书的，就有5%、50%，就从上限以来已经7000多位民众来使用。蓝军大骂为何说破嘴讲了快2个月，等到确诊人数飙到8、9万，系统才要改善优化。终于要改了，但是过去已经浪费了多少人力，堕落跟傲慢以及慢半拍的官僚体系，疫情蔓延的最大罪魁祸首。行政怠惰其实害死了很多人。再来讲，这应该要可以申请国赔。你现在就算开始优化